啊，霍建华的名字。霍建华呀。闪光灯都给关了。闪光灯都给关了啊。不说，还要我自己。你要下去？霍建华，你要下去？你进我。你下去。那个别出去。下个两块八吧，好吧。闪光灯都关掉啊！你们听不听呢？我不听。看到你的老雷一笑，还好呀。我把他们拉住。红门店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进去了。他们有东西了。就这么。就这么一点点，一点点啊。下一年要出来的。你早一起出来的，他们一直会。这边是张大，这边这里是个很专业，一边那边一块。谁呀？好像。干嘛？下面难道有动乱吗？不是叫上面东西拿走了？叫我们继续拍照。为什么？就不要拍照啊！那个是啊，我们老王的，老弟们，我爸爸。来，要去那边好了。放好的。哎。怎么讲嘛，人家慢慢来，走快点呢，我下班了呢。哎呦，你这个位置好。来大鹏啊！你们拿板板。哎，别遮掉啊！别遮掉！我是剧组的。我剧组的。你看到没？你下来一个。我也不好看，看我脸脸。不要拍照啊！然后我多拍几遍。走了已经，已经几遍了，好啦。相机拍。把我关了。好了。拍到了吗？那你从这边拍。哎，有个亲吗？要不要出来？闪光灯关的，不是我的。闪光灯关的，我的已经关了。你说第一遍我就关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林心如。鸟你们才怪了、搞定了吧，他们应该 很快就搞定，不会重复的。他就是不是他们也不是
被堵在那个洞里。结束了好像。后天嘛。我在里听。给个正脸吧。哦，他说不给个正脸，到那边吗？耍什么大牌啊，都不出来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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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把那里跑了羊羔吗？王方亮，何亮，霍建华，霍建华，来，霍建华了，正面，当时霍建华，来，两个在这显示，那个男人就是霍建华，这什么亲戚啊？可以是亲戚，霍建华，分定在，霍建华是谁？应该，那个男的就是霍建华嘛？这是演什么的？很多电视啊，你个哭嘛！孙总呢？你心啊？我问你对你。林心如不出来，走在那里。长得不好看，看霍建华。啊。你被打死了。往后站，往后站。怕我们掉下去。你这真的起了清明，还没结束，你看，他又换衣服了，那个穿白色衣服的，赶紧穿进去，滚进去。你不签我就不出去，耍无赖是不是？没白等了，衣服。嗯啊啊，这样子啊，给哪个朋友啊？咦，啥西哥？鼻子啊？你有人呢？嘛，红鼻子吗？那边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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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想说了？我不晓得，说你的。你也浪费你的嘛。说你的。所以你那个把它调进来也挺轻的哦。最近了，最近。那边可以的，后面那个那个。哎呦！我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珊珊。你怎么了，珊珊？快快快，吃吧。你们到食堂那去。喂。啊，到到那里去，林心如走好走出去的，走不走的？想林心如走不走的？
把闪光灯都关了啊！是杭州是吧？哦，有有有有，那么厉害！我扶个你吧，好。都往后站，不要扶这么近啊！烦死！停下拍戏！不要拍！不要拍了，看到没有？别闪了！都离得尽可能远一点啊！没闪！你这么像？闪闪了！哦，你进去了啊！晚上手机没电了，这是80%，那个手机没电了。都往后靠，来，往后靠。往后靠。吃我豆腐的，因为我肚子。交币很贵的呢。来，再来一遍。来，第一个。再来一遍。来吧，后面听不清。啊，让他们听起来。哇，脱衣服。脱，再脱。散场了。一定要来。这么胖还怎么看起来？换脸吧，换造型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我说的吧，大牌的都是躺在里面。可是他现在在拍戏，就下一个场景，大家该走了就走了。明星也是那边的，你看在这边拍，在这边来拍，在这边拍，拍得到吗？你看一下，我也弄了摄影，你也弄了摄影啊？我这边摄就怎么样？你那边拍呀、啊？这么远拍不清楚，哇，可以放大，耶，进去了，我有对焦，走进去，没法子，他躲不了，一拍就躲，一拍就躲。